好，玩具 TV 第十一季第八集，今次要介绍的就是这个1:6动画版的七星盒 version 七点三，这个是不是七点三啊？但是定七点一啊？好像没有特别 mention， 这个好像七，这个就这么讲，这个七 anime version， anime version， 那么好抵喎！今次玩得千零蚊貨仔啫，唔使一千留下，一千留下，好抵啦！千留下嘅1:6，黐鬼線！仲要你抹只腳係咪凍冰冰咧？咁因為其實我哋而家開始即 Fisher 公司開始去做一啲即新嘅方向，你會見到有好多嘅1:6係做一個價錢比較低啲嘅方向去做，咁你會見雖然可能盒上面設計可能入面啲內容會單調少少，但係我哋想即多啲人去玩到呢樣，因為其實1:6可能以往都係啲價錢比較高嘅嘢嚟嘅，不嬲都高，個門檻高，咁但係就即其實想多啲人可以去玩到呢樣嘢，所以咁計過價錢之後，咁就用一個比較低啲嘅價錢去做。嗯，因為本身其實1:6嘅七星盒之前千隻年都已經出過啦，亦都好坦白講。質素是很高的，到現在目前為止也都是很高的，但是這一隻有什麼方法會在市場上爭一杯羹呢？剛才聽到我初初以為即是多過一拿上手有合金啊，大佬凍冰冰的隻腳1000以上啦，已經不是即是很正常，1000留下是、整件事都瘋了，根本就那剛才是啦，碌了一個圈，外觀上已經俾大家大致上睇過呢一個七仔，佢有啲乜嘢可以吸引到你嘅？咁啊，本身全個都係一個 gloss coating 啦，有啲金屬紅同埋銀色嘅配搭啦。咁配件其實都唔多嘅。油漆上面都有啲比較特別嘅地方，你會見到個別有啲好光身嘅地方，其實係拎得好膠關，過咗一個 UV 嘅 coating。咁就係、是、去令到佢冇咁容易刮花油漆嘅，反而係負面嚟嘅，係啊，視覺上好重嗰個，即係你見膊頭位咧，你見係零零細細，即係好似即係打一粒咁噶，好犀利，好重，係咁啊！另外呢啲位啦，咁就佢又亦都某程度上會撞到少少凸通出嚟嘅。我覺得佢紅色上咗呢只咧會更加靚，就好閃亮，係好閃亮係啦，同埋個紅色都實啲。咁你會撞到某啲位就有少少光色咁樣樣，嗯，但係個肚嗰、那個。冇未除塵，因為其實這個版本是一個我哋攞嚟做課前版的嘅樣板嚟嘅啫。咁其實後期嗰啲關於塵點的問題會處理曬佢嘅，一啲 QO 噶啦。都是嗰句，記住這個是板嚟嘅啫，可能這個實物都會有啲出入嘅。咁啊，出入可能係會更加好嘅，應該係偏好嘅，所以唔使太擔心。通常我哋啲大版就係做嚟睇下生產有咩，即係我哋會試生產少少，咁又睇下有啲咩缺陷就後期即係改曬佢咁樣樣，即係可能一啲模具上修改啊，嗰啲全部都會有嘅。但你1000人留下，你真係即係我唔話好多金屬啊，我摸落隻腳凍冰冰嘅喎，大佬。係啊，除咗隻腳有金屬成分，仲有冇其他位有金屬？膝頭哥甲，跟住呢個手腕，冰冰手腕甲。咁主要其實都係呢啲地方嚟嘅。德哥，佢有樣嘢好長噶。係啊，我最中意啲又長又粗嘅嘢咧。興係啦。好，咁啊，可以望翻本身七星盒。喺呢一個漫畫版入邊，或者而家都叫動畫版啦。咁啊，佢最實用、最強、最常用嘅武器就係呢把嘢。咁當然啦。其實嚟緊會唔會出埋佢後面個抽嘢嘅？暫時係未有計劃嘅，但係我哋嚟緊係會有 Ace 嘅。哇！好似之前都出咗，有冇出版？有擺過展覽嘅，咁應該近日內而家就做緊色板啦，因為好快地就做緊色板啦。咁就希望可能下個月唔知有冇機會開賣咧。哇！咁快開賣？嚇，盡量快啊嘛！啱啊！開賣定落收訂啊？就未就應該未開賣住。係咪可以著燈噶？哦，係啊，隻眼係著燈噶，但係由於時間關係，係冇帶電嘅 ，sorry。冇帶電，係。想等。好，咁啊，都可以交翻俾阿嘉，你扭一扭佢啲咩特別嘢，大家留意下。咁咧，其實佢我諗整體上啦，佢個結構同我哋之前嗰個 Ultraman 係比較似啲嘅，不過好多地方係全新，即係比方説係例如頭啦呢啲上下可動啦，
咁就有個部分佢呢個位置係可以喐嘅，咁就視乎你自己鍾意咩造型啦。即係因為佢又未至於撞得到，咁所以佢就只係有個功能啫。咁係啦 ，OK， 咁就頭頸喐啦，咁左右頸喐啦。咁呢兩邊咧，其實佢係一啲 PVC 嚟嘅，外圓嘅，所以變咗可以壓開少少。同埋最緊要係一樣嘢係咩咧？其實呢款玩具咧，你會見到好容易有撞花嘅情況出現。咁所以其實我哋有啲位置就轉咗做 PVC， 就令到佢嗰個刮花嘅狀況減少好多咁樣樣。咁亦都去做咗 UV coating 啦，因為其實畢竟咧如果有時做光油，即普通光油咧，佢會有黏著嘅情況出現。啊，係啊，咁啊 UV 就我哋可以即 keep 到個光之餘，佢就冇即好少會出現呢個黏著，因為嗰個可能個熔點比較高啲啊。嗯，係啦。咁然後咧就係呢個膊頭部分，咁亦都可以向上轉啦，向上轉。哦，佢呢度都有一格。係啦，下面呢個係可以，淨係個肩嘅部分向上轉嘅，咁你可以咁睇。好大個火炸咁樣。哦，咁佢益咗上去啊嘛，你都要俾空間，因為佢擺落嚟嘅時候會封咗。咁佢係啦。即係活動性大好多。咁然後咧，除咗呢個托高嘅時候，呢、這個膊頭亦都本身可以向上轉啦，咁加埋一齊。哦，你即係拔刀冇問題喎。係啦 ，OK 嘅，拔刀 OK 嘅。咁呢個肩胛亦都可以咁樣喐啦。咁佢亦都可以擺少前後咁樣，即係可能嚟就可以咁樣吸，或者向後吸，即係睇自己個人喜好啦。咁我通常就向前吸多啲嘅。咁就呢啲手臂嘅水平轉就必須㗎啦。咁就亦都冇障礙嘅，你可以睇到冇障礙。哇，真係冇障礙喎。係啦，咁就接到幾多？手嘅關節啦。哦，哦 ，good。雙重。咁就佢比起上一個版本就佢因為冇咗個死光同個光刀啊，係啦。咁但係佢呢兩邊嘅夾其實依然可以打開嘅，咁但係就佢冇實際作用嘅暫時，因為只係覺得有就唔好取消佢啦咁樣。所以散熱嘅感覺。咁拳頭嘅可動就係一半大家玩1:6嘅一啲手關波 join， 係啦。佢係一個單軸波，咁然後咧就可以睇翻呢個腰部嘅可動啦，咁就上胸咯。咁然後腰啦，哇，咬到勁，但係都要小心少少就。其實佢會唔會都刮花㗎？本身咧呢個部分，都係 PVC 嚟嘅。咁你充其量只係驚個胸，不過個胸下面因為呢個位置唔係有冇任何尖嘅，係。因為之前進次郎嘅版本呢度會有個釘，係係係。咁但係佢就冇咯。佢 design 冇係。係啦，佢就會比較安全啲嘅玩起上嚟嘅時候，咁就腰就唔需太擔心啦。咁然後亦都可以左右擺動啦。少少穿崩位啦，波多哥，你如果預翻佢有咁強嘅可動嘅話咧，都可以接受嘅呢樣嘢。去到呢個幅度嘅話就係嘅，即係可能大家自己就住玩，係啦。咁睇下你點玩啦。咁然後咧，亦都係去到呢個腳啦，腳嘅可動咧就男人梗要玩腳噶啦，腳就可以咁樣嘅，九十度，係啦，大概九十度啦。咁然後你可以配合埋個腰就應該係，咦 ，over 九十度喎，咁樣啦，我踢。系啦，配合埋腰，咁然後咧腳咧接嘅部分，哦，系啦，咁呢個膝盖亦都可以補位嘅，咁就補一補個穿崩位置啦，咁拉翻直個腳，咁咧呢個膝盖可以小腿腳可以打開啦，咁呢個就同前啦，同歐才病差唔多啦，其實呢個部分就係應該係一樣嘅，咁都係左右啦，唔敢甩咗大髀骨添，係啦，順手換埋一個冇錯插劍套嘅，一不做就二不休，佢要唔係啱嘅。佢要先托咗上邊，呢、個位置插落去，哇！聽到好清脆嘅叭一聲，係啦。哦，頭先想問呢塊係乜嚟嘅？係啦，咁佢就係嗰個左邊嘅大髀夾嚟嘅。咁我哋可以將佢拆落嚟啦。呢、右邊拆唔拆得㗎？右邊唔拆得嘅。咁佢拆落嚟之後就可以換翻呢、這個，因為呢個大髀夾本身有條柱嘅，就可以拆翻嗰個劍柄、劍套，係啦，同埋一個支架嘅。咁、那個支架嘅形式就因為我哋嗰個腰咧係因為用咗軟皮啦，就唔可以做翻佢本身嗰個掛鈎喺度。哦，咁所以我哋就換咗方式，就將佢係啦，同埋嗰個大髀一齊。咁劍咧係可以擺動嘅。咁例如啲人話你呢個會唔會固定住咧？咁例如我抬腳，佢咪嚟咗呢度咧？咁佢係可以轉翻上嚟。哦，咦，咁咪可以遮翻丑喎？咁你就可以配翻落去呢個位置，咁令到佢睇落去。即係呢個係衡量到可動而作出嘅改動。係啦，因為之前本身做板嘅時候 fix 死嘅，呢個係後來再改翻嚟嘅。咁個劍亦都可以配住嚟轉啦。咁當然佢都可以拆翻出嚟啦。咁都幾不過拆出嚟，我就寧願成個腳甲拆啦，係啦，一齊換咯。不過睇下啲人可能入翻盒啊、食啊嗰啲，係啦。咁啊，擺 pose 啲就我哋交俾阿 pose 王阿威。咁佢就有三個飛鏢嘅，咁幾多飛鏢？都 OK 喎，真係百發百中喎，大佬。咁你
你就可以隨心所欲咁玩啦。咁同埋本身都有一大堆嘅手型嘅。手型呢、這個其實幾貼心喎，咁多手型。佢都係咪同 Ultra Man 一樣嘅啫？係嘛？佢做唔做到嗰個動作？佢冇呢樣嘅，佢呢個佢呢套冇嘅，不過我諗你應該係可以自己做嘅，係嘛？即係可以自己做。加咗膠袋出嚟啫，咁就算。係啦。好頭痛喎、啊。係啦，咁佢可動上就係咁樣咯。咁顏色上嗰個紅色其實係要喺膠紙上面要好努力去檢翻，唔會有不同顏色嘅出現嘅。咁就呢、這個版本就我哋就冇做到舊化嘅。咁就主要淨係做咗滲線嘅啫。哇！大佬有句一千人留下啊嘛，係好嘢，我好欣賞貴公司呢一個 marketing strategy， 係咪啊？一差嘢留下嚟緊鋼鏈兄弟都係一個非常低嘅價錢。哇！犀利，係喎，愛德華都比較少產品 ，Medicom 又出過一比六，好耐啦已經。係咯，同埋嗰隻嘢都真係又係自動粉碎嘅。啊冇啊，我嗰隻冇碎。恭喜曬！我哋今次呢個版本係唔係著皮褲嘅？哦，唔係著皮褲，所以就你唔會有包褲嘅，係 good 包褲嚟嘅。咁然後九紅有鐵線啊嗰啲，你都可以擺翻啲 pose。你開始擺翻呢一個最經典嘅姿勢咯。因為佢拔刀實在實在太有型了。冇錯。拔刀齋。雙撞。我屋企一定會咁嚟車啦。good。又碌一個圈啦。這個我玩手上來它比之前的版本真的結實很多、啊、它有些部分呢因為我們有再改良到、啊、即是鬆緊度的部分再有改良到、嗯、那這個版的時候我們都發現到有少少鬆緊問題會再吞、哦、再加緊的、okay、我個人覺得這個位置可能少少鬆腰我可能會再加少少還有頸也是的、嗯、會再加緊一點、啊、如果是側體呢、那個 S 腰是多少好少女啊嘛感覺，即係佢有個人識玩呢條友，勁有人嘅形態出嚟，呢咪職業咯，呢啲咪勁咯。好咁啊，一千人留下，咁啊玩住咁多先啦又。期待 Ace 啊！而家出面都仲有預訂嘅，有興趣可以預訂嘅，係仲有預訂，因為我買完版之後你可以喺我哋喺某啲零售商嗰度，你會見到隻板帶就係幾時出貨啊？大概而家預計應該可能兩個月後，即係十一。月前希望就哦，係啊，即係聖誕前有得玩咯。係啊，十二月前啦，盡量啦。好，玩咗咁多先，好，轉頭繼續。轉頭繼續。贏。贏我啦。最後先背囊。背囊，好似係。贏。應該贏。好，你的味。